小珍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一点，小珍。这是阿达，我男友的好朋友，每个故事里都有的那个胖子。这是 S Max， 我男友叫他老婆的家伙。我是小珍，不过最近大家常常叫我冷静一点，小珍。到底怎么了，小珍？你知道吗？男人真的很可怕，一切都变了。你必须自己亲口说出来，小珍。小马。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是他，小马，我男友。但是他已经迟到了30分钟。老婆，你想要什么？老公，卖给你。老公，我要这个红色的，跟你一样火红。来，亲一个。好。我心死了。我每天听我男友讲这些还不够吗？谁来告诉我现在哪里？没有等很久吧？那个曾经说哪里都会骑车带我去的小马，已经不一样了。最近他竟然常常叫我自己回家，后座载的也不再是我。他的电话变了，常常通话中，讯息也总是已读不回。还能相信什么？男人都是骗子，他竟然还呛你老婆，你千万不能相信。冷静一点，小珍。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。小马，你变了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爱不爱我？你是不是爱上别人？冷静一点，小珍。你爱不爱我？小珍，你冷静一点。Thank you.
小珍，你冷静点。哎，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冷静的听我说。就像你说的，我真的变了。我变得不想要你只是我的女朋友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的车，我的家人，我最在乎的就是你。在我人生剩下的日子里面，你愿意以老婆的身份和我一起去旅行吗？啊！哪里都要带回去啊！在虚惊一场后，想再一次告诉大家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一直是他，小马，我的男朋友。但是不久后，我将变成他的老婆，对，是大老婆。所以你真的计划很久。那我是老婆 ，Snack 也是老婆，你比较爱谁啊？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小镇，冷静点。男人，还有我！好像在黎明之前的空间。
都没有改啊。我也不知道要改什么、欸。其实不可以啊。